續保持肅立並面向旗杆。現在又請旗隊進場。升国旗就唱国歌。请各位就座。秩序二，颁发奖学金及校外比赛奖项。现在先颁发校内奖项，又请何巧仪副校长。训育组优异服务奖，六 D 周永林、邵婉欣。課外活動組優異服務獎，六 D 邵婉欣、楊永橋。學生輔導組優異服務獎，六 D 楊永橋、六 C 蘇盈翠。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優異服務獎，五 C 莫希怡、六 C 鄭子日。服務學習組優異服務獎，六 A 伍樂亨。德育及公民教育组优异服务奖，六 A 伍乐亨，六 C 林佩仪，六 A 张世东。请拍照留念。初中普通话演讲比赛冠军三 B 李思莹，亚军三 C 殷锦熙，季军四 B 郭柏彤，优异奖三 D 魏佩琪。多謝何巧儀副校長。接下來頒發校外獎項，又請李偉成助理校長。
憲法和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培訓計劃嘉許狀，六 A 楊思晴。張世東。四 B 周文波。請拍照留念。基本法大使培訓計劃傑出學員獎，四 D 黃日麟。最佳進步獎，六 D 謝銘輝。政策多面體報告書比賽季軍，四 C 羅嘉瑩。政策多面體報告書比賽殿軍，四 B 杜天心。青年法治領航員訓練計劃最優秀組別大獎，四 C 梁思琪。請拍照留念。請謝同學留步，多謝李慧成助理校長。繼續頒發校外獎項，請劉玉麗助理校長，有請劉助校。海洋公園保育聯盟二三至二四學年傑出學校中學組六 D 謝明輝。市建局聯成東華三院合辦第七屆青年領袖計劃2023至24最佳推廣方案大獎，四 B 郭柏彤、莫子希、冼文希、鄭心玲、蕭振濤、曾文峰、黃庭軒，四 D 謝慧千、黃天朗、吳卓希。佢同時獲得最傑出青年領袖，請拍照留念。多謝劉玉麗助理校長。現在有請劉創潮助理校長為我們繼續頒獎，有請劉助校。邦新國際音樂大賽敲擊樂器初級組金獎，四 C 劉曉俊，四 A 陶宇飛。吹管樂器初級組銀獎，六 A 蔡月許。拉弦樂器高級組金獎，四 A 彭旭。邦新國際音樂大賽彈拌樂器初級組金獎，四 B 馬子欣，五 C 李子彤。初級組銀獎，四 B 杜天心，五 C 余慧心，五 D 廖子嫣。中級組銀獎，六 C 梁浩文。高級組金獎，五 B 梁雅詩。高級組銀獎，五 A 蔡慧晨。多謝劉創潮助理校長。現在有請林嘉琪副校長繼續頒發獎項，請林副校。香港機械人盛會亞軍聯隊，二 A 孫家謙，二 C 楊宇軒，二 B 鄭俊宏。
太陽能充電車模型設計比賽2024優異獎，三 B 黃燕博，三 D 林偉雄、黃軒林，三 C 林瑞婷。多謝林嘉琪副校長。繼續頒發校外獎項，有請陳嘉偉副校長。中國香港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中學分會中學校際籃球比賽女子丙組第二組季軍，二 B 鐘子瑩、杜玉欣，二 C 陳卓林、杜玉玲、葉子晴，二 D 余海彤，三 B 林樂怡、羅海思、余彩瑞，三 C 陳詠希、蔡卓欣，三 D 張可欣。請拍照留念。多謝陳嘉偉副校長。有請龍嘉明鄺麗為我們繼續頒獎，請譚耀華校長陪同。心系家國聯校中式步操比賽中學組銅獎，六 A 楊思晴、張世東，五 A 李舒兆，請拍照留念。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7周年，畫好香港躍動新界田式旗海報設計比賽銀獎二 A 梁日朗。金獎四 B 潘卓之。請拍照留念。心系家國竹藝精粹潮現當代 STEAM 建築設計及藝術創作比賽最佳可持續發展金獎，榮譽大獎三 B 林樂怡、羅海思、余彩瑞、
林可燕。請拍照留念。多謝龍家明校友及潘子睿女士，多謝譚義華校長，請譚校長留步。程序三，譚校長講話，請譚校長。是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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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同學，大家好。咁啊，望翻上台上面先啊。咁啊，今日介紹一位我哋嘅校友先啊。咁頭先都見到咧，我哋有校友咧就幫我哋頒獎。咁佢咧就係龍家明校友同埋佢太太。我哋俾掌聲歡迎龍校友。咁一陣間咧，阿龍校友咧都會同我哋分享啊。咁一陣間咧，我就即係我哋大家細耳恭聽，睇下阿龍家明校友咧同我哋講啲乜嘢説話。咁啊，今日咧新學期嘅新開始，咁我首先祝願大家咧，就係新學期一切咧係開開心心、身體健康，同埋咧翻返嚟學校依度咧就可以咧好好享受你嘅校園生活。咁我哋新嘅一年咧，其實咧都有啲新嘅轉變。頭先阿校友話：哇，翻到嚟學校咧有好多嘢唔同咗。咁啊，當然佢畢業咗一段時間啦，所以咧嚟到學校咧就梗係好多嘢係唔同曬。咁但係我諗新同學翻返嚟咧，同學翻返嚟我哋學校咧都會發覺咧有好多唔同嘅轉變。咁其中一個好重要的轉變咧，我都要同大家講一講咧，就係我哋有啲老師啦，舊年就因為榮休同埋有其他嘅發展咧，就離開咗我哋嘅團隊。咁今年咧，我哋都有一啲新老師咧就加入到我哋嘅大家庭當中。咁今日藉住開學禮咧，我都想介紹俾大家認識咗先，好嘛？咁我哋先請新老師咧，可唔可以上一上台啦，好唔好啊？我哋今年咧一共有九位新老師嘅，咁我諗咧同學都好好奇啦，亦都好期待啦。究竟新老師有冇教過咧？又唔係我哋班主任咧咁樣？咁我簡單介紹一下各位新老師，俾大家認識一下。好，齊曬啦。嗱，排名不分先後噶。第一位咧就係蕭家朗老師。阿蕭 Sir 咧係教英文科嘅，咁佢係 1B 班班主任嚇。1B 班喺邊啊？好，第二位黃慧海老師。黃 Sir 咧係會主要教中文科，亦都會教咧生活與社會科，咁佢係 1D 班嘅班主任。第三位係黃俊元老師。黃 Sir 咧主要咧都係教數學科啦、電腦科同埋 Maker 嘅，咁佢係 1C 嘅班主任。第四位係吳子欣老師。Miss Wu 咧，佢係教生活與社會同埋咧高中嘅公民及社會發展科嘅，咁佢係科 C 班嘅班主任。第五位係鄭權鄭老師，鄭 Sir 咧係會主要教中文科、中國文學科同埋普通話科，咁佢咧係科 B 班科 B 班嘅班主任。第六位係盧淑儀老師，Miss Low 咧係主要教中文科，亦都會教呢個生活與社會科嘅，咁佢係五 A 班嘅班主任。第七位是何希哲老師，何 Sir 咧係主教英文科，亦都會兼教地理科同埋生活與社會科，咁佢係 2A 班嘅班主任。第八位是李善晴老師，Miss Lee 咧主要會係教 Math 數學科同埋呢個物理科高中嘅物理科嚇。好，最後一位就係葉翠欣老師，Miss Lee 咧係主要教視覺藝術科，咁亦都係 5D 班嘅班主任嚟嘅。咁我再一次俾掌聲台上面九位新嘅老師。好多謝各位，可以先落台就坐啦。
大家都很興奮喎，係嘛？好，暑假就過去啦，大家翻返嚟學校啦，讀書啦。我想問大家，暑假過得好嗎？其實暑假期間咧，我都有喺學校咧工作，都見到很多同學咧又翻嚟補課啦，又翻嚟參與活動練波啦。我想大家暑假咧都可以有一個好好嘅空間咧去休息，同埋做自己喜歡做嘅事。翻返嚟學校讀書咧，跟翻一個常規嘅要求咧，朝頭早要八點鐘翻嚟學校，一路上堂，一路放學，跟住仲有好多可能補課啊，要參與唔同嘅活動啊，咁樣咧都要啲時間適應嘅。當中咧或許都有少少唔慣啦。我今朝喺門口咧見到家長送啲小朋友翻嚟嘅時間咧，都話俾我聽，佢好似瞓唔著琴晚。有個同學咧就話今朝起身肚痛，好緊張。嗱，呢啲係正常嘅情況嚟嘅。校長昨晚都睡得不太好，因為都很緊張，今天開學嘛，都擔心很多事情，所以呢，這個是正常的。不過呢，我想呢，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呢，總會遇到很多我們自己控制不到的事情，是吧？這些控制不到的事情呢，其實呢，我們有些辦法去解決的。最好的方法呢，我自己覺得呢，就是去找人幫忙。有時咧，我哋有啲嘢唔明白啊，有啲嘢唔知道點樣做啊，有時唔開心啊，校長都會唔開心，都會擔心嘅喎。我都會同我身邊嘅副校長啦、老師啦去傾偈，問下佢哋意見啦。我又會 WhatsApp 其他嘅校長啦、朋友啦，去問下佢哋有冇啲意見俾我嘅。所以咧，遇到問題唔使擔心，亦都唔好自己收埋咧，一個人自己面對。而係咧，我覺得咧，你身邊有好多人咧，都係好願意去幫你嘅，包括你身邊啲同學仔啦，係嘛？即係啲同學仔咧，到而家校長啲同學仔都係我嘅好朋友嚟嘅。阿龍校友都係㗎，係嘛？即係有啲同學仔咧，到今日都係一啲死黨嚟，係嘛？即係我覺得朋友咧好緊要，喺你身邊，你望下你周圍左右，仲有咩人啊？仲有你嘅老師啦。老師都很願意幫大家，屋企的父母、兄弟姊妹其實都很想幫大家的，所以遇到問題很正常，好像我剛才說，但是不要自己收埋，多些去跟人溝通呢，這個是最重要的第一步。第二步呢，我都想跟大家分享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我今天在門口放了一隻新的東西在這裡，我帶出來先。入門口的時間，我見到同學咧都好奇怪，點解門口擺一隻咁嘅嘢喺度阻住曬咧咁樣？全校今朝翻嚟嘅時候，我都見到佢哋嘅，有啲同佢打招呼講早晨。全校咧，阿副校長都知噶啦，就得一個同學走埋嚟，得一個。其實就唔係佢第一個嘅，我係第一個。我今朝翻嚟咧，我就喺校務處已經打了幾錘的了。 OK， 這個是什麼呢？這個就是 4RS 不倒翁，它有個 slogan 的，它叫做唞一唞，鬆一鬆， 4RS 不倒翁。這個東西大家記住它，我會放在門口的，每朝都提醒大家，好像校長說，有啲咩唔解決唔到嘅問題，有啲大家覺得唔舒服、唔開心嘅事，唔好收埋佢，打佢幾錘，發泄下。或者你唔一定要打佢嘅，你行埋嚟摸下佢得嘅。其實呢個不倒翁係咩意思呢？有個寓意嘅，就係我哋人咧都會遇到一啲挫折、唔如意嘅事。但是等不等於我們就一蹶不振倒下來呢？我們應該是要懂得彈起身，是吧？好像不倒翁一樣哄低他，他會彈起身。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紹一個 4R 的概念，讓大家知道
當我們遇到困難很累的時候要怎麼做呢？第一樣東西要休息， R 是 rest， 大家看到個路線圖了，要有足夠休息啦。攰嘅時候，昨晚我瞓唔著係嘛？有啲嘢咧我都諗唔到點樣做，我暫時寫低咗佢，瞓好先，唔好擔心。聽日翻嚟請教其他人，一定解決到嘅，方法總比問題多。唔好咁多嘢擔心，好好瞓一覺，插足電先可以翻到嚟，精神上課。第二樣嘢要放鬆，可唔可以幫我睇一睇咧？係啦，放鬆。暑假咧好多時間啦，係嘛好多時間休息啦。我亦都珍惜時間咧，就去睇書，睇一啲自己喜歡嘅書，去插下電，讓自己咧可以咧多啲嘅啟發。或者啲同學中意打波、做運動、中意聽音樂、睇電影，揾一啲方法你可以覺得自己放鬆到嘅。當你緊張、當你唔開心嘅時候，做一啲你自己喜歡嘅事。第三，再落去啦。就是 relation 關係。剛才講到大家身邊有很多同學仔、有很多老師，屋企有很多父母兄弟姊妹啦，記得有啲咩可以同你分享，多啲講講出嚟呢，你會發覺多咗好多支持、好多鼓勵。唔好收埋喺心裏邊，當你有需要嘅時候快啲揾人傾、揾人講，揾一個你信任嘅人，你覺得 friend 的人。記住這個很重要，好的人際關係呢其實呢會令到你呢多了很多不同的幫助的。所以有句說話叫識人好過識字嘛，這個很重要。好，最後一個 resilience 抗逆力。什麼叫抗逆力呢？就是培養一個正面的態度，好像個不倒翁一樣，跌低了會怎樣？拱低它會怎樣？它是會彈回上來的，會 bounce 的，行不行？即是說呢，如果有什麼事情都不要緊的，你記住我們總可以克服的，找到方法就可以了。那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啦，我相信呢大家可以慢慢去探討。今天時間所限呢，我就不能夠一一細講。不過呢，我想跟你分享呢，近排咧奧運熱潮嘛，雖然八月已經完咗啦，但係啲運動員咧依幾日咧就旋風式咁訪問香港同埋澳門，係咪？我想同你分享咧，其中一個乒乓小魔女孫穎莎，佢去勉勵年輕人嘅時候講咩咧？佢話咧，人可以追夢做自己喜歡嘅事咧，係一件好幸福嘅事。我相信同學都有一啲嘢你想做，想去追尋嘅，你諗下係乜嘢？呢個係好幸福嘅。但是當中最重要是什麼呢？就是你對這件事是堅持下去，不一定要讀很厲害的成績，不一定要做一個什麼的醫生、律師，而是說我們的社會有很多不同的機會等待我們的年輕人去發掘，每個人都有他的才能，你望著你自己的目標，給心機去做、專注去做，你一定會有成就。不要因為有些事我做得不好就覺得自己很差，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長處，知不知道？所以認清了自己的目標，堅毅去做，專注去做，我相信你一定會有成功的一天。 OK，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了，希望大家今個學年一切都順利快樂，多謝。多謝譚校長。秩序四捐贈獎學金儀式，2010至2011年畢業的校友龍家明心系庭員，特以其太太名為成立潘子睿獎學金，協助師弟妹多元發展，濃情厚義，讓庭員師生由衷感激。現請譚校長接受。請拍照留念。為了感激龍校友對庭園的支持和鼓勵，現請譚校長送贈紀念品給予龍校友。請譚校長，請龍校友接受。
请拍照留念。多谢谭校长，多谢龙校友，又请龙校友留步。秩序五，校友分享，现在有请龙校友。Hello, 大家好啊！啊，望到大家我都真係百感交集啊！又翻嚟鳳凰鳳庭中學啦。咁我咧係2010年畢業嘅，我叫龍家明。係啊，咁我翻到嚟學校之後咧，其實好大感受，又見到好多老師啦，又見到好多同學仔啦，又見到好多學校上邊嘅建築上啊、配套上啊，有好多唔同。其實好戥大家開心，同埋亦都見到大家喺啱啱上台拎獎嘅時候咧，其實我好戥大家高興，因為拎獎其實係學校俾大家嘅榮譽，亦都係證實咗你哋係得嘅，同埋係見到大家拎獎，我係。嗰種心情咧係好戥大家感動啦、開心啦。我因為我作為而家作為咗人哋嘅父母啦、爸爸啦，其實見如果係你哋嘅父母去望到你哋上台拎獎咧，其實係一件好感動同埋好驕傲嘅事情。所以其實俾啲掌聲大家，你哋好犀利，同埋亦都。好感激各位老師去繼續奮力去支持大家學生啦，同埋都好感激校長啦，同埋副校長嘅邀請，我今日先至有機會可以嚟參觀到大家嘅開學禮，亦都好多謝佢哋。其實我收到佢哋好緊張你哋嘅。發展啦，個人發展啦，唔單單係讀書啦，其實佢哋都好緊張於你哋啊，究竟你哋嘅心情如何啊？你哋嘅日後嘅發展啊，體驗啊，佢哋都好緊張，所以我係好欣賞大家，好欣賞校長啦、副校長同埋各位老師嘅付出，亦都希望大家俾個掌聲佢哋先，好唔好啊？咁我翻到嚟其實好多回憶嘅，即係又記得自己喺2003年入嚟鳳凰鳳庭讀 Form One 啦，咁亦都好多老而家亦都有好多老師見證住我嘅長大啦，係啦，見住我曳啦，係啦，見住我都有乖嘅時候啦，係啦，咁啊其實由 Form One 到我嗰陣時係。有 Form 7嘅，而家可能就冇 Form 7，去到 Form 6啦。咁我 Form 1嘅時候，其實都唔係一個壞學生嚟噶。其實我由 Form 1到 Form 7都唔係一個壞學生，但係就唔係特別乖，即係都會曳啦。咁樣亦都好多謝好多老師包容我，亦都係會去教導我啦，有耐心去緊張我發展啦。所以我喺學校裏面咧係有好多開心嘅回憶。亦都喺呢一度，我得到好多朋友。即係其實我都畢業咗成14年啦，但係其實我同我啲好朋友咧，都係喺呢度認識。即係我想話俾大家聽嘅就係，好好珍惜喺呢六年，你哋六年啦，係嘛？呢六年喺中學嘅一啲相處啦，同埋喺側邊嘅朋友，可能第時。你旁邊坐在你隔離的朋友仔是你這一生人裡面的最好朋友，亦都可能是在你社會上面一起合作的一些、合作夥伴啊、工作的一些支持者啊這樣的。所以我覺得大家好好珍惜這六年的校園生活，好好去跟身邊的朋友仔去建立好好的友誼關係，同埋係啦，亦都分享一下我自己啦。我自己其實Form 1 Form 2 嘅時候咧，成績唔係特別好啊，甚至乎係差添，係啦。
可能見證住我的老師都知道，其實我是Form 1 Form 2是考百幾名的，是考百幾名。但是我想告訴大家的就是，那段時間的成績差不代表你明天成績差，只要其實大家很努力的時候，其實都會是會做到自己的能力，發揮自己的能力出來。縱使可能能力在讀書上面未必是很好，但是 我見到學校有很多的發展啦、配套啦，亦都可以幫助到大家去有不同的發展，發揮大家的可能性，發掘到大家的潛能出來。所以我很慶幸可以，亦都可以告訴大家，我出來做事之後，其實我都一直於驕傲於是在這裡畢業的，因為我覺得是這裡給了我很多回憶。我今天亦都我很多謝我太太啦。咁喺因為呢個嘅獎學金咧，我亦都係會用佢個名字去命名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喺呢個道路上邊，我亦都感恩於有佢啦。佢亦都係好好嘅一個支持者，支持住我。咁亦都支持我喺朋友方面啦，工作方面嘅發展亦都係好好。所以我亦都希望借住大家嘅掌聲，多謝佢。希望亦都十四年後或者十年後畢業的你哋，亦都有機會企喺呢個台上同各位嘅校友分享。希望你哋嘅能力力量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人。多謝。多謝龍校友秩序六全港同樂禮。本校每年均會參加教育局我的行動承諾活動，本學年將配合學校重視同學身心靈健康的方向，以愛惜生命活出健康為主題，各科組將舉辦各項活動，讓同學學識欣賞生命。現在有請德工大使主席林佩儀同學在校長同老師的見證下，代表全體同學許下承諾，培養愛惜生命活出健康的生活態度。我謹代表全體同學許下承諾，從今天起會感恩和珍惜所有，欣賞生命的美好，體會人生的意義，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過好每一日，以提升身心靈健康，此誓。多謝林同學。秩序七唱校歌，請各位肅立。現在有請譚耀華校長講話。好，其實咧就開學禮咧就完結咗噶啦。不過咧有一篇講話咧都要同各位同學去講一講嘅。咁我哋咧就參加咗一個校園健康計劃嚇。咁呢個計劃咧包括咗一個校園測檢嘅部分。咁我哋參加呢個計劃嘅年度咧，就係今年開始啦，2024-25
出年2025、2026同埋後年咧2026、2027連續三年嘅。咁呢個計劃咧有兩個目的嘅，為嘅係鞏固沒有吸食毒品嘅同學繼續遠離毒品嘅決心，同埋觸發受毒品問題困擾嘅同學戒毒同埋尋求幫助嘅動機。大家冷靜啲，留心聽。參加呢個計劃純屬自愿嘅，你同你嘅家長或者監護人咧，將會收到一份計劃嘅守則同埋參與嘅同意書。你同你嘅家長或者監護人可以考慮並且表明咧係咪參加，並給予所需同意嘅承諾。如果你同你嘅家長、監護人同意參與呢個計劃嘅話，你必須要承諾同意將你嘅檢測結果向有關嘅人士披露。有關承諾已喺你嘅參與同意書上面列明咗噶啦。我而家同你宣講，為咗本計劃嘅目的，你同意將你嘅測試結果會向以下嘅人士披露。第一係有關非政府機構嘅有關工作人員啦，包括校外專責隊伍。以及獲指派處理測試結果的呈陽性或者自行轉介學生相關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的工作人員。第二，學校的計劃助理。第三，我本人和我指定的老師。第四，你的家長或者監護人。以及第五，學校的社工。你和你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必須細心閱讀呢份參與同意書。如果你同你嘅家長或者監護人同意參加呢個計劃嘅話咧，請簽署同埋註明日期，將有關嘅表格咧喺9月12日之前交翻俾你嘅班主任。咁呢個同意書一經簽署咧，就會適用於未來嗰三個學年噶啦。咁希望大家咧收到同意書嘅時候咧，就交翻俾你嘅家長或者監護人咧去簽署，交翻俾班主任。好，咁我嘅宣講到呢度為止，唔該。多謝譚校長、秩序巴、禮成，請各位肅立。恭送司長離場。交翻俾負責老師。